又点啊？我让你啊！你养掂你自己先啦，傻仔。说到周星驰星爷，估计不用多做介绍了。他在华语喜剧电影的影响力堪称无人能及，开创的无厘头喜剧风格，现在每每看来依然是经典中的经典，依然能让人笑到合不拢嘴。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，星爷也曾写过歌。这首歌就是星爷喜剧电影《美人鱼》中的插曲《无敌是多么寂寞》。这首歌不仅发布后播放了轻松过亿，更是带动了票房大卖。但很多人后来才发现，这首歌的创作者竟是周星驰。歌曲中频繁出现的寂寞二字，更是展现了星爷的那种孤独感。是多么多么空虚，躲在天边的他，可不可听我诉说我的寂寞，无尽的寂寞。这首《小刀会序曲》大家是否很熟悉？最早是胡金铨电影《龙门客栈》的插曲，但让这首曲子成为经典，则是在星爷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中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说到星爷电影里经典 BGM， 这首《功夫》里斧头帮的出场 BGM《我步入地狱了》，不管在哪里，音乐一响就会让人联想到斧头帮出现时的魔性舞蹈。这首 opening 是星爷最有情怀的一首 BGM， 是星爷电影《少林足球》的插曲。好啦，本期音乐就介绍到这儿啦，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经典 BGM？ 记得在下方留言。